有啊，我们顺便冲个美丽家人吧。美丽家人新活动，就是我们顺便冲个美丽家人吧。喂，喂，你吗 ？Hello。Hello 嘟嘟嘟 ，Hello 王者 KK， 谢谢王者 KK 分享。不是美丽家人，今天这样的不美丽家人。嗨 ，IC 六一七，谢谢泰圈这边的大哥。等一下，先冲尾声的优福，先冲美丽家人。虽然今天没有很美丽，很这种比较美丽家人，可能有一些什么强壮少女之类的，强壮少女。最近真的很素颜，素颜。刚想说，哎，是否要补个妆？所以我想说，我们早都没有洗，还补什么妆？想就算了。去101021。总共加起来应该是三十，可是其实鼻子那可是有点像是自被自己打到的，就是人家打的时候我手刚好在这里，他打到这里我就戳到这里，好蠢的呀！我说啊，自己打到的，好累，会是隔天的。你今天我有看到你去买肥的嘞，又买，你真的一直买，你真的很夸张，我觉得你购买力。是吗？我那会隔天才，不是都当下吗？当下会有一点点，然后如果当下有一点点，隔天就会扩散。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好吧，没有。如果隔天也有的话，我把另外一边画成红的，就很像胖达。但是我的男友跟我对打，我没有想象当我的男友一定要跟我对打。为什么当我男友要跟我对打？可以对打别的吗？女版自由身，所以可以慢慢游戏。是你的钱不用分成两等份。好啦，这么说也是对自己好一点，但是可以不用买那么奢侈的。别的，别的你可以打，别的是什么？打情骂俏，打情骂俏，打传不要被关注，打传说对决我不会。嗨，孔大，孔大可以分享。晚上好，我有一个标准运动服在跟你们开播。妹妹们，我都在打传说，真的假的？小朋友跟比较喜欢打电动一样。龙大，你有抢到红包吗？恭喜你，是抢多大包的？如果是888，你就很幸运。就再也不买了。可是你上次穿那件是夹克的，你想到七十七块，
我好像抢到一个七七两个五。对呀、啊，他生日还一直送大家礼物，然后看到每个主播都很霸气，我没有办法霸气成这样，小霸一下，他们连发都是发一百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888外挂抢的是吗？外挂可以抢红包吗？哦，你说他没结婚，所以要发红包？那是过年呐，是过年。生日跟过年不一样，不用发红包。木栅深龙犬 A C， 这是我刚打完犬。哎，三把了还是没有哎。我偷偷先。来分享帽子要洗了，今天流太多汗了，对打好累哦，觉得对打真的很累，一分钟好像过一年一样，三分钟的就是过三年，今天好像是一次一分钟还两分钟我忘记了，打了七八个回合，没关系，我帮你记 King 很重要的，怎么会是礼拜，今天礼拜二吧，打拳不能放头发的，放头发会像风一样，像长出来。来来，来常来，那你常来啊，不简单，你很喜欢。张碧君，如果临走注意，你就要小心。真的，还好他不注意。是的。我刚运动回来，可以运动一下。对呀，张女士好。而且我才运动完，吃完马上，因为洗澡就太晚。那这边逛，你可以走走看，就是从鲤鱼山下来，还蛮漂亮的。会经过小人国，谢谢佳妮，佳妮三百了，怎么没有开？我刚不是说回去吃吗？回去又加了又加肉去吃吧，昨天没吃完再去，但昨天太油了，我今天把所有的油，因为冷掉了汤，不是油会浮上去，然后把全部的油都捞起来了，就没那么早，太阴了，为什么？你都爬晚上的，谢谢Johnny，怎么不开？宝贝怎么不开？圆零七七零四零二，谢谢主。怎么不开？好想要宝贝开哦。那边你会找上他？他下来会在大护工。谢谢。
而且我发现我的手臂越来越强壮了，可是帮你发现它真的很痛，好恐怖，就是讲很恐怖，会不会到800万？